来看一下一个新的盲盒。开箱。三年仔，啊！哇，很美耶！哦，他有穿板底耶。哦，猪猪，猪猪，超 Q 的，就是这样了，一只小猪猪，它是一个 piggy bank 的，它叫 ham。最后三盒，很轻，很轻，很轻。I think it's the yes Forky。Forky。耶、yeah, ，就是 Forky 特别的轻，一般，超级小。你看，像大哥他只是占这是四分之一。Hello Forky， 哇，他真的好小哦 ！Oh my god， 你超扁、超小、超轻啊！最后两个了，我们会有 Buzz Lightyear 吗？这很重哦，最重的就是这个草莓熊，不然就是 Buzz Lightyear 了。我觉得它没有很重，感觉像是无敌还是什么。OK， try。台湾多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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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I think it's Woody， Woody，Yeah， 这个是 Woody。这样准啊？这样可能你这一个端盒没有隐藏。是的，就是。Woody， 哇 ，Woody 也是很 Q。Woody 的头好重，身体很瘦。Woody 有个脚盘，所以他可以站。哦。因为 Woody 的头太重了，对哦、他没有脚盘，他自己站不了。这样子站。哎呦呦呦！哎呦哎呦呦！可以了。The last one， 无敌重。无敌重，哦，摇得动吗？摇得动。摇得动就可能就是那个前后摇不动，左右摇得动。希望是 Buzz Lightyear， 可是好像也没什么机会了。嗯，不假。对，没有隐藏的一天。哎呦，可惜。哇，是真的，它超级重。你们要草莓香就 just go for the heaviest one 就对了。